气大，气大，喝水不够，喝茶雄厚。旅游组这回要带大家上山采有机茶。有机是漂亮母鸡吗？哎呦，麦来乱，不是这种鸡啦，也不是这种，伦家是那种不用药、不用除草剂的有机茶啦。平林茶叶产销班第八班14名茶农全都投入有机生产的行列，讲究生态平衡，与宠宠们分享茶叶。从现在到11月底，游客可体验采收台茶18号，种茶要种得很有盛世，喝茶也是，茶香以饮茶空间为主题，推出陆羽着了迷特展。那陆羽是虾郎，就要干杯吗？拜托，茶神陆羽你都不认识，来这里逛逛，他会告诉你怎样喝茶，会喝到妹都爱你。动新闻，还没啦，害羞什么？不要乱动啊，好不容易才瞄准。报道。